嗨，大家好 ，everybody。Hi everybody， 我现在呢在准备来一期美妆视频。哇！期待已久的美妆视频现在要开始了。今天是为什么要化妆呢？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彩排，彩什么排呢？那我现在就要开始了。其实今天呢，我这个妆是走极简。这个极简呢，其实就只是说要彩排的时候有一个妆感就好，所以呢不需要太复杂。那我今天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把妆完成。好，现在呢我们要把一个海绵浸湿。我现在呢其实脸上已经是一个打过隔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要直接上粉。A few moments later， 粉底的第一层就打完了，然后接下来遮瑕。天哪，这是我在蒙面跳过的那个歌哎。那个是时间练习最充裕的，那个也是暗黑。其实呢，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经常去机场的时候会戴墨镜？这是因为平时去机场的时候都没有化妆。然后呢，经常工作呀，有的时候熬夜呀，难免会有一些黑眼圈，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把黑眼圈用墨镜遮起来。不想化妆的姐妹们也可以尝试戴墨镜哦。奇奇怪怪的，遮瑕有没有什么小技巧？遮瑕没有太多的技巧，我以前其实比较喜欢把两种遮瑕混在一起用，就是最贴近肤色的。但是因为我最近找到了一款就很合适我皮肤肤色的，我觉得就是遮瑕的话一定要是跟皮肤肤色最接近的，遮起来会比较方便，遮瑕的效果要强的那种就会很简单。然后我最近的皮肤状态比较好，所以其实不需要去遮太多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嘛，其实呢我们可以就是上刚才的那个化妆棉的反面，我们用反面沾一点这个，把它铺在这个脸上。 Later， 完了，乱喷一遍定妆再定妆。姐妹们忽略掉这个步骤哈，就是提醒大家有一种定妆法叫做胶水定妆，520定妆法。这个定妆法要怎么定呢？就是在我们铺这个散粉之前，虽然我已经过了，就是铺散粉之前，我们要喷一层定妆水。对，然后现在呢，就忽略掉，以为我喷上了啊。然后现在你再定妆，定完妆就再喷一层。等这个定妆干了，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进行画眉毛。完了。2 hours later。我化妆其实一般比较习惯先画眉毛，因为我觉得眉毛的话，其实你化完眼妆之后，眉毛没画，其实看上去。需要我再自己格外的去描新的轮廓出来。我一般画眉毛都是属于那种按照我的眉毛的轮廓直接先把外眉毛画上，然后再去描里边，然后再来用这个刷子来去刷一遍，然后发现哪里有空的地方再补上。然后呢，如果我们两边发现哪个地方不一样，教大家一个妙招，就是可以用遮瑕的笔，然后把它描掉就好。我比较喜欢用眉束感比较长的眉毛，所以我就会用这个眉毛的胶。这睫毛就能竖起来了，看到吗？
眼睛的部分，我先要用大地色。深色一点的颜色直接打底，好，下面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我平时不用眼线笔可以画出眼线的秘密，就是呢我会用眼影里边最深的那个颜色，比如这个颜色，然后用它的这个里面自带的这种刷子，然后蘸完了之后，直接描眼睛底。Stay for real。看它瞬间就变成了有眼线和没眼线，它去了，就是沿着它的睫毛根就这么描。你的眼睛的外面不要画出去，只用描它里边的这个部分就好。然后描完了之后，我们再用眼线笔。我一般喜欢用膏状的眼线笔，就液的我不太用，除非画浓的妆的时候。然后膏状的眼线笔呢，一般等它这个轮廓全部描完之后，把眼睛睁着，然后找眼睛的这个弧度。哎呀。睛在这里哈，这样描，往上大概描一个线，大概描一个线出来之后，把它填上。这样其实我的眼影跟眼线就完美的过渡上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因为你要睁着眼睛才能知道你的那个眼线在睁着眼睛的时候弧度是什么样，所以你如果两边都睁着画的话，其实两边是不对称的。好，然后因为我的眼距会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会把前面连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眼妆的上面的眼线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描下面的眼线，然后下面就不画眼线了，但是可以画一点眼影，可以使用颜色稍微有一点颜色，然后把卧蚕不是把那个眼睛下面的部分描出来。然后眼头呢，要开始打一点高光。再一点高光，我们就用比较亮的底颜色，这种颜色就好。然后也可以其实适当的稍微用手指头沾一点点，然后涂在上面。好。因为我的睫毛其实长度是 OK 的，只是它不够密，所以我会选择会比较用喜欢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密的睫毛膏，要根据大家的个人需求。哇，我好美啊！我来，这样我眼妆的部分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打侧。对，要在哪里打呢？第一，颧骨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打。打完颧骨就是要打下颚线的这个地方。
后最后一步要干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打点高光。完成了，哈！我的简易妆容就好了。那我平时如果不拍视频，画得快的话，我二分就画完了。其实今天也很快。今天很快吗？我今天用了多少时间？22分。哦，那还挺快的。好的，那今天我的妆容就完成了。拜。你学废了吗？你学废了吗？